爸爸挺不错的，挺爱笑啊，他特别爱笑。最起码还是干净一点，知道干活。不喝酒啊，这就是最大的好处了，不喝酒。他还给我捏着放那儿让我捏。木呢呀，木呢木呢。以色列没在，在呢，以色列在那儿呢啊。以色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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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你呢，叫你呢啊，都在呢，他们一群在那儿呢啊。今天好看一下要几个啊。以色列来，说的挺流利的，对，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锅巴，名字也好听，锅巴是不是？正儿八经，他名字就叫锅巴啊。人家这名字我一听我都爱上了，锅巴嘛，对不对？都爱吃锅巴。哈，我发现我这太有才了，弄啥都，哎呀，咋这么有才嘞？你看看弄的这根。均匀剔透，哎，不是均匀，形状又好，哎呀，亲娘呀！给你选吧，你。爷，我选，我选呀。你给哥倒点水，让哥洗吗？我选。哎，也拿弄点也对嘛。洗个手啊，兄弟们。也对，那不对。上面沾的全是小麦面。啊，全是小麦面，你搓的是小面鱼儿，再给它拍个饼，完了之后再给它拍个饼，慢慢的慢慢整呗。完了之后买个铁锅，不行中午就在这烙饼吃啊，烙饼。不拍了啊！这女的比达拉聪明，聪不聪明无所谓了，换个人儿，换个心情啊。看到了没有，锅巴这个是二老婆，她没有那个大圈子，不带把，所以说她是二老婆。这是今天刚弄的头发，你看这油骨子亮的，油骨粘子的。多难受，弄的头发，那就是哈，你们就不懂了。人家这头发老好了，这有三个，看到没？这个跟这个好像是一家子的啊，这俩是母女俩。这不是那开鲁吗？哎，巴鲁还是开鲁？这个我看感觉也像个酒蒙子，他明天打发了，不要了，把这母女俩打发了，留俩算球了。哎，尼玛也挺好啊，哎，尼玛家离那个达拉家太近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哎，尼玛家离达拉家太近了。没有，他找过来干啥呀？
Good. Nice. 你不要一脚把狗给踩死了。锅巴人也不错，一看锅巴面相就善，啊，就是看着锅巴的面就善，知道吧？不像那以色列，一看傻不拉几的，就是那个，真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？你看那个以色列啊。你看他的面相，就是那种就感觉，跟你说，生在中国就是被人骗财骗色的啊，就是被人骗财骗色的，就是身子丢了，钱都没落下，就是钱都得贴，又贴身子又贴钱那种的。以色列傻的可爱，对，以色列感觉就是傻不拉几的啊，傻不拉几的那种的。是你自己找过来的吗？对，是的啊。有巴勒斯坦吗？有个巴鲁，没有巴勒斯坦啊。有个巴鲁，没有巴勒斯坦。换人波波挺好的，要不视觉疲劳了。对，换人波波啊。以后不行就播，就重点培养那个谁了，就播锅巴，还有以色列啊，这俩名字也好记。啊，帅哥是哪里人？陕西人啊。缤纷管以色列叫新娘子。锅巴好，锅巴就行。对，锅巴挺好的啊，锅巴还知道干活，真活呢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锅巴。啊，顾大，啊，这些人名字就搞笑，啊，真磨呢啊，还盖着塑料纸儿，盖着塑料纸儿，蒸这么一大锅，你还得给他们贴饭呢。哪个是以色列？穿花衣服的那个是以色列啊？穿花衣服这个叫以色列，啊。以色列，打个招呼，你好。大家好，你好。我叫以色列。我叫以色列。对，你看那傻垃圾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感觉那种傻傻的？有没有感觉傻不垃圾的？就是那种，也不说是骂人，就那种比较可爱的那种萌萌的，就是那种呆萌那种感觉啊，二二的那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我感觉他就是那种。能被人骗财骗色，属于那种能被人骗财骗色的。对，那下嘴虫子，下嘴虫子也就是比较突出，感觉萌萌的啊。可爱型，哎，肯定这肯定是一天让人骗的啥一样的，没有心眼子。父母和朋友每天都要，现在要开始学会养生了，期待效果。好嘞，严重恋爱脑，哎，对对，就是那种恋爱脑的感觉啊，就是那种恋爱脑的感觉。他家这有啥东西都藏到那儿，锅巴在那藏啥嘞？盆碗啥的都在那儿藏着嘞，你放那晒一晒不是不能了吗？吃了便秘有效果，赶上了我也赶上。对，大家没有下单咱家拉木子的，可以预下小红车去拍上一单啊！非洲野生的拉木子，有用过咱家拉木子的，帮你强力反馈反馈，好吧？反馈反馈啊！让小强卖上两单。锅巴加大还能站起来，锅巴加没有二楼，这个没有二楼，所以说是能站起来。啊，锅巴加条件挺好的。帅哥，那是什么树？哪个呀？这些那个都是非洲特有的一种植物。他们那些树，就那个树啊，叶子特别小，然后
就是带刺儿的，全都是带刺儿的，扎人，扎人的很，包括这些都一样的啊。这几样比较高的，你就放到饭前去吃啊，140以下吃4到5粒，这几样你就放到饭后吃啊，放到饭后吃，把那个辣木籽外壳收集起来泡水喝，啊，坚持喝这个，慢慢的喝一喝啊，就能好，知道吧？去根的，啊，哎，锅巴干活去了，看看他们这咋出草的。人家这还知道干个活儿，啊，除个草。挖起来了，你那能行啊？挖一下子根都挖出来了，你那动静太大了，弄死坯子了你都。你看，挖出来再埋进去，那能活得了？在这里没事，还能看看他们弄弄地啊。你们看这高粱，我在这还要播俩月，你看这两个月，咱要是在这播俩月的话，你看一下这高粱两个月能长成什么样子。现在是这么小，对不对？过几天你看这高粱能长啥样啊？快得很，真的，一个月这都长高了。种的是高粱啊，种的是高粱。上厕所正常的，对，叫叫不好的，便便困难的，嘴里难闻的，这几样都可以吃。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，搜一下辣木籽啊，搜一下辣木籽，知道吧？辣木籽有保肝，对，肝不好的呀，经常喝酒熬夜这些大哥知道吗？啊，肝有问题的都可以吃。野生的吗？必须是野生的啊！感谢各位小姐姐的反馈，谢谢。这样的人挺好，勤快，勤快的多嘞，是不是？恩高可以喝吗？可以的啊。这个是什么乐？什么乐？我也不认识，反正就什么乐了。508姐姐可以的。我咋吃上辣木子好苦呀、啊？海洋姐姐，肝不好，你吃了就会苦，而且越苦证明肝越不好啊，味道越重的就证明肝越不好。你可以去做一个就是肝方面的检查，知道吧？辣木子一粒可以做到自检，酸甜苦涩辛呕，一共6种口味，你可以做一下肝方面做一个检查。啥鸟叫那么好听？不知道呀。这山上鸟多了，非洲鸟我也不认识。怎么不穿鞋？干活穿鞋浪费嘛，对不对？那地里万一把鞋子刺烂了，是不是？我吃的甜的，吃到甜的那就证明你五脏六腑比较健康啊！大家回家收到辣木籽的，你能吃到什么味儿？我告诉你，哪里有不好，哪里有问题啊！对，这家是过日子的。对呀，没事除除草，干干活，咱还有内容，对不对？像农村，像农村气，太能吃了呀，海洋姐。啊，就是专门调理大家五脏六腑，清理身体这些过多的垃圾的，知道吧？农药化肥残留呀，各种科技与狠活这些的残留到身体里，对身体造成影响的，对你五脏六腑造成影响的，知道吗？专门调理改善这些问题的，就是让你吃着调理呢，你还问能不能吃啊？好好吃啊，这一袋就能吃半年，坚持吃半年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啊。没有锄头，主要是飞机上这种铁器估计也不好带，好带了把咱的锄给他带一个过来，对不对？中国的锄头带过来。不过在这儿应该也可以打造一个，哪天有时间了去找个铁器铺子给他们打一把锄过来。不过他们估计不会用啊，不习惯，可能就习惯了这种东西。怎么吃嘞？打开外壳吃里面的果肉，这辣木籽能吃半年，就这一袋啊，这一袋能吃半年。半年的话
一天就几毛钱，知道吗？打开外壳吃里面的果仁，一天吃2到3次，一次吃3、4粒，知道吧？吃里面的果仁啊，果仁这几样，要是有这几样比较高的，叔叔阿姨记着把那个辣木子的外壳收集起来泡水喝啊，辣木子的外壳收集起来泡水喝，效果特别好的，你连吃再喝这个水有半年左右，问题不严重的，知道吧？它真的是能吃好的。啊，它真的是能吃好了，它不是那种大家就是吃了好多，吃降这降那的有副作用，这个没有副作用，知道吗？它是从根本上去给大家改善调理，解决你这些问题的，越吃越好，啊，小强卖3、4年了，不是卖一天两天，啊，不是卖一天两天，一斤有多少？一斤有1800粒到2000粒左右，啊，我怕它缠到脚上，缠不到。那脚是自己的，那疼了吗？缠到脚上。这个草啊，咱国内也有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草咱国内，我家地里也有，我知道的，我见过啊。这种草，谢谢主播，不客气啊，姐姐，您放心吃，肝不好的吃到吃这个辣木子真的特别好的，特别特别好的，啊，你就是这种东西，这个辣木子又不贵，对不对？适合长期吃，你只要坚持吃这些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你坚持吃时间久了，真的对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啊！它只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我吃可苦了，那坚强你就要注意，你可以去医院，对不对？做个肝功什么这方面的检查啊，检查一下肝。就是吃的特别苦的人，知道吗？记得去医院检查一下肝有没有问题。我吃了一只。胀气是怎么回事？那就是你肠胃不好啊，肠胃不好，你可以减量吃上，先吃上一段时间，知道吗？减量吃上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往上加，啊，先减量先吃，然后慢慢的啊，肠胃调理的差不多了，不胀气了，你再往上加。小强，达拉咋的了？为什么不回答？达拉光喝酒啊，就没别的，就喝酒，我不喜欢喝酒的，所以不跟他玩了。老喝酒，就是喝酒啊！辣木子吃上有啥功效？七彩人参姐姐调理身体的啊，叫晚上睡眠不好的，叫对不对？嘴里难闻的，上厕所不正常的啊，经常体弱多病啊，免疫力低的，还有这几样比较高的这些都可以吃啊，五脏六腑这些不好的都能吃，调理身体的。7、8岁以上的小孩。知道吧？到7、8岁的老人都可以吃，除了孕妇还有哮喘不能吃，其他人都可以吃。活在这里没有压力，不用买房，不用买房，但是也有压力啊。对，吃了辣木子多喝温水啊！感谢我仔细东来姐姐。还不就是身体里累积这些过多的油脂呀、啊，这些垃圾太多了啊，血液呀、啊、血管里、五脏六腑里这些东西太多了，才造成的原因，知道吧？吃辣木子它主要就是净化这个，它是一种高纤维的果实，主要就是清理净化的，对不对？每天你像咱现在身体，你要洗脸，你要刷牙，你要洗澡，对吧？一天不洗，哎，你都觉得难受。身体里面这多少年了，吃这些东西，你有没有给想过说给身体做个清洁呢？对不对？咱现在吃的不是跟以前可不一样了，以前的话吃的像你说是吃不上啊，虽然说吃不上，但是那些东西都没有多大的危害。但是现在呢，对不对？现在大家你看吃的啊，又好，油脂又多啊，残留的东西也多，化肥、农药等等，这真的太吓人了。没事吃点辣木子，把那些往出排一排啊，往出排一排，就像给你身体外面洗澡一样啊，它是给大家身体里面做清洁的。只有你身体干净了，不没有脏东西了，没有垃圾了，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，也不容易出问题。近几年，对不对？大家也能发现身边越来越多，哎呀，大病的人越来越多。为啥呢？这个一检查晚了，那个一检查晚了，是不是？就跟这个有害的东西堆积到你五脏六腑里排不出去，时间久了，几十年下来，慢慢时间久了，它病变造成的问题。所以说这些危害很大的，大家一定要想一想，把这些东西尽量往出排一排，让你保身体一定要保持干净清洁，知道了吧？对，咱家辣木子全部是精品，收到货你先看啊，好了你留下来，不好了你直接给强仔退回来就完事了啊。给大家发的全部是精品啊，全部是精品，知道吧？达拉不听话吗？
啊、嗯，不好好干嘛，不听话，所以就不和他播了呗。我已经快吃完了，坚持吃，知道吧？一定坚持吃完啊！可以吃的啊，马坚强。我妈妈是肺上的，三年多了，跟你情况一样，她是肺，三年多了。辣木子你知道吧？辣木子可以让你增强你的体质啊，免疫力、吸收等等这些的，只要你身体调理好了，你才有精力、有能力去对抗这些病魔，知道吗？老爱生病的怎么吃辣木子？一天两三次，每次是喝个温水就可以。对，是的啊，是的。我用过三年，好东西值得购买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肯定啊。对，老喝酒，我不喜欢喝酒的。我这人对喝酒的人，我排斥的很，就那种酒蒙子啊，就是不喝酒的时候，哎，乖的跟怂一样的。喝点酒，这下，哎呀，这下。天第一，我第二，是不是？酒壮怂人胆，有能耐你别喝，你整一整，喝完酒了，这那的，哎呀！